是经过那儿，你是真诚到陆家去的，我早就应该猜到了。你也是陆家的朋友吗？我不是陆家的朋友，我永远都不是陆家的朋友。我不认识陆振华，根本认识那天打骂里面任何一个人，我也不认识你。哎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外外，外面还在下大雨，你别走啊！外外，你把话说清楚再走嘛。 你给我站住！我不想跟你说话，也不管你的来龙去脉，更用不着你来帮忙。我的名字不叫魏巍，我也奉劝阁下，以后再也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了。好烫心啊，弄了一身水，好像也知道我没带水就下来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不想跟你再啰嗦了。谢谢你的毛巾，喜欢带你朋友回家，谢谢你的洗脸水。 也谢谢你的寸身。再见。怎么在吵架？哎呦，我的摄像机啊！如果再砸了，照跳楼了！何淑环，搞什么鬼嘛？杜飞，还不赶快站起来！我叫杜飞，杜甫的杜，飞来飞去的飞。哎。 小姐，你等一等啊！何淑环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还不给我从实招来，拿跑来一个这么漂亮的姑娘，你把人家怎么了？我哪有把人家怎么样啊？你看，让她跑了，都是你拦着我干嘛啊？你没有对人家怎么样，人家姑娘脸都花了呀，你赶快告诉我。哼！你早不回来，晚不回来，偏偏这个时候回来，你瞧，把一个好故事放走了。 我凭我所有的新闻直觉也知道它有故事，说不定是一篇很好的特稿，说不定是个大独家。什么故事？什么独家？你越说我越糊涂了。淑环，你真够意思啊！知道我淋了雨，连这玩意儿都拿出来了。小心触电！我的头发。